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肉肉丝普拉肉汁，给你饱满多汁的小知识。今天更新的 V2.1.0 的版本，其中不少主要武器都有些微的变动。今天肉肉来分享一些变动的前后比较，其他副武器及 SP 的蓄力值变更，请大家参照结尾的文字介绍。首先是专业模型枪 MGRG 子弹的涂地半径增加大约 10%。喷射清洁枪的子弹偏移减少 17%， 太空射击枪落寞的涂地半径增加了 19%， 电动马达滚筒调整了伤害距离的衰减率。宽滚筒的最小伤害值从30增加到了35，竹具的墨水消耗减少17%。鹦鹉螺四七射击时间增加15%。回旋坡筒的墨水消耗增加10%，三重龙卷风的半径增加10%，螃蟹坦克的时间从9秒缩短到8秒。墨鱼忍者在潜没的0.5秒后才开始发动隐形，所以会看到0.5秒的水花。好的，以上就是本次 2.1.0 更新的部分，相信环境又会有一波改变了，大家赶快来试试看新的变更，也欢迎留言分享你的心得，让我们知道哦。感谢各位的收看，斯普拉录制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如果觉得我们频道的影片不错的话，欢迎订阅我们，开启小铃铛，或是加入肉铺会员，成为肉员来支持肉肉。如果觉得废话太多，也可以使用影片的超级感谢来支持我们哟。